边啊？啊，你唔讲阿伯要讲，哦，啊，你要用六百斤的酸汤养运啊？好，也可以。好，讲讲去讲去。妹，你家店你家做啥？你要喝茶吗？不是啊，这天气这冷，就你穿这短袖，袂使啦。袂啦，袂啦。趁你用钱，足多方法的啦，不是讲直接穿就好啦。足多痛苦，足唔甘的，像我看跟查某囝同款。好看吗？看起来有点像在卖。怎么样？还是很像卖的。怎么样？这也很像卖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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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卖的。我只是想挑个小洋装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我那个朋友一直说我去卖的，出去卖的，我像是去卖的？拜托，穿个小洋装而已，有什么出去卖的啊？可是我也觉得，你说什么什么，就有点像，像啥？你讲清楚，出去卖。哇，真受不了你们哎！这个好了啦，他之前说像是在卖的啦，我现在就来试试看是不是像在卖的。来，怎么样？这样就不像了吧？现在更像。对啊，现在真的很像。我现在就是穿去暂避看看，到底不是道理，一定不会有人跟我卖，跟我买。你在讲什么？我去暂避，那边阿公阿伯一定不会跟我问说什么，要不要喝茶啊什么之类的，绝对不会。我现在去站，走。你那么开心哦，哈？你刚刚被问，你现在这么开心哦？现在你要怎么说？不知道啊，怎么有人真的来问呢？我现在有一个想法，干脆你就继续站，我们多站几个点，看看你到底值多少钱。这样还不够是不是？没有，既然你就已经试了，你为什么不实测看看你到底？试了就好啦，就差不多啦，收工。没有，你现在真的，你去测测看，到底你值多少钱？好啊。被说服了，他被说服了。搞不好我会很高钱啊，我就直接把你什么炼金术打败。哦，炼金术多少钱？拜托，女人就是靠身材赚钱。那你先去啊。我今天不赚要十万，我怎么罢休？哎，换点啊。你要多久？我很快就出来了。五分钟？哪有？十分钟算你一万。哇！我们这……你怎么算？十分钟九千。你在云吗？十分钟一万。好，走，你去看看。那等一下，再半小时。因为等一下五分钟后有约，可以约个时间。十点半，一样来这一块。嗯。这啥？十分钟两万。这个什么？十分钟两万。十分钟两万。小姐多少钱？十分钟三万，谢谢。Hello。十分钟三万，谢谢。谢谢。20分钟，多加一点。我刚刚在这个龙山寺的外面哦，那个生意爆好哎，是人来人往哦，阿伯阿公的都有来，还跟我要电话，我的老天鹅啊！结束，影片结束，我受不了了啊！不要不要，拍我！要不要再看看有没有人愿意花？没有，他们直接吓到，哈，两万游戏喊这么高是傻小。不过你有跟他们聊出他们平常好像很多人来、欸，他们平常一定很常来啦。然后看到哇哦，怎么新来的，就想说好啦，来一下。就殊不知这女的这么贵，那就等一下再试试看哦。好啦，卡啦。
小姐，你救完你，花了多少？十分钟20000块。好，再看一下。哈？电话？读大学啊？我念医学系。哦。学过去八三年到四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哦，医学院哦，很厉害耶！哇，你一脸骄傲。电话不行啊！你开，你不要在旁边，我怎么？啊！你们这几个在干嘛？1500，没有那么低啦，太低了啊！多少？那5000-6000吧，15分钟啦。哦。对呀、啊，10分钟2万。5000啦。你要喝茶吗？不是啊，这天气这冷，就你穿这短着，袂使啦。袂啦，袂啦。警察出做诶。对。安尼创来做这個？没有啊，就来赚零用钱。赚零用钱，足侪方法诶啦，毋是讲直接赚就好啦，足侪工课啦，像阮囝要翻咧大公司上班，还是你要想要上班，我能帮你介绍啦。没关系啦。做这陪目听，逐日工课拢好啊。生得少年着，才水着，你做妈都拢会知啊。对，你去看麦啦，增广见闻，哇，去过看麦咧。有代志无？啊，无，谢谢呢。我帮你叫客人车。哦，没关系，我等下就回去。帮你几岁？20几。我查某囝同款大汉啊。真的吗？真的啊，伊帮你做公司的正职啊，一个月才2-3万，嘛是咧赚啊，赚无多，但是经验慢慢累积，嘛通较好啦。就唔甘的，像我看讲跟查某囝同款做这个，讲实在，你会当做几份？你赚嘛是赚即卖尔。嗯。啊后世人要怎？啊后世人你袂法度赚啊。做这個、啊你无前途啊，讲只可能赚较紧，但是赚较紧嘛是排较紧，真的啦。啊紧转去啦，好不好？好。我得顾啦，有代志无？哦。好。真的啦。谢谢。是，拜拜拜拜。那个在家啦。好，谢谢。拜拜。我回到家了，我原本今天是想要来打脸我朋友，说我出来卖这件事情，结果殊不知一堆阿伯来问我多少钱多少钱，几分钟几分钟，还有那种一整群的虎视眈眈的要购买我。然后到中间呢，有遇到一个阿伯、他原本就眼神交流之后，我以为他要来跟我问价钱，然后他开口第一句话就是天气这么冷你怎么在这边，然后结果他就聊聊聊，他就说他有一个女儿跟我差不多大，他女儿就是可能只赚了1-2万块，可是过得很开心，就是在用他女儿来提醒我啦，他一直叫我离开这样子，还要帮我出建车钱。那个阿伯来之后呢，我真的很想我爸，我爸如果看到这影片不要打我，我只是在体验这个人生哦。爸，经过今天的体验之后，我觉得我是充实的，虽然我平常赚的没有很多，但是呢至少我开开心心的，跟这个阿伯的女儿一样，就是没有赚到很多钱，但是至少生活是充实开心快乐的。其实我 IG 也有收到那些奇奇怪怪的讯息，什么包养啊，那些人的开价都非常的夸张，远远超过那10分钟20000块，有什么好几十万什么之类的。那一些钱呢，虽然可以买到很多奢侈品，但是买不到充实感。就像今天我去看到刘英的生态，看到形形色色有阿伯阿公的，后来还遇到那个阿伯把我当他女儿一样看待，我就觉得还蛮温暖的。这样的充实感其实钱都买不到。对，我今天的体验算是又开心又充实的，但是我还是不服这个结果。每个女生站在那个地方，其实阿伯看到这些女生都会像是在卖的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就要做最后的测试，我去应征按摩店，我就不相信他会录用我。再见。
好，我想来应征，刚刚你觉得我适合吗？哦，可以啊，小姐你的鞋子适合啊。哦，哎、欸。